3点多了，这顿饭吃了俩多钟头，吃完了，海滩上溜达溜达啊。可能都有一个月，我印象中可能都得一个月没下雨了。最近啊，今天、昨天和今天，从昨天下午5、6点钟开始到现在，刚停，下了一场大雨。看这水，是吧，在晃动。旁边有几个特定宗教的信徒啊，女信徒，这个戴着头巾，这个大水，这个水洼啊，三点水，一个乌拉圭巴拉圭的圭，圭亚那的圭，法属圭亚那的圭，太贫了啊。下完雨，这个松树都变得漂亮了。你看这颜色，